们现在所有的人呢，应该几乎呢被这只手机呢给绑架了。在去年的六月，《金周刊》哈，五六月的《金周刊》，他有写一个六亿的网民呢，划出50兆的新商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，就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那手机跟我的产业有什么关系？那也就是说，我要如何用手机来创造我的新的营业？今日非常感谢咱亮州吼带来我们这个云端行销的新趋势。我们传统的社团为什么传统还是社团就是社团？因为它没有一个平台。那平台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常用的，在网络上没几年现象，就是我们现在用到有几个 ，FB、脸书，再来就是 Line， 还有其实还有好几个都是。今天那个亮州这边哦，又带给我们这么多新的消息哦，再次谢谢，再次谢谢。